少女时代成员润儿拥有美丽外貌与姣好身材，出道多年累积不少死忠粉丝。近日就有网友在韩国论坛上发表文章，润儿的照片竟然间隔 NN 年，并晒出一系列润儿相隔数年的容貌变化对比照，只见岁月几乎没有在润儿脸上留下任何痕迹，甚至一组照片分别是在2011年与2022年拍摄。即便已过去11年，润儿现在的容貌依旧与过去相差无几，身材与脸蛋都保养得相当好，让网友纷纷惊叹，感觉她会一辈子都很漂亮。她的时间是倒流的吗？她不是人类吧，根本是 CG。 润儿冻龄美貌让网友全都看傻了。